好享受。記得嘛，我哋大家一齊去唔同嘅國家報道，同你哋。我有相，有相。哇！係有相，我哋好多位噶嘛，有黃海欣啊、鄧偉欣啊，仲有新年哥哥我啊，有幾個有相喺度噶。第一次我哋去好多地方噶，嗰時真係騰雞啊，真係騰雞啊！但是每一次看到你们服侍完了回来呢，个生命都不再一样，经历了神的恩典祝福。而在台上面，当你们呼召人信主的时候，有人信主了，你怎么感觉？我们那时候有人信主真的觉得很开心。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是属于在侍奉当中，即是不是好像乔巴那样，我们都是好像小羊那样的 BB 那样，成日挂着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啊，怎样啊，一听到是信主，哇好开心啊，有份啊有份啊。我还记得每一年过年的时候，国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庆祝的一个晚会，叫什么？春节晚会。春节晚会。那个是1984年。其實中國是第一次邀請海外的人來的，是咯，我是人民大會堂，廣州的人民大會堂，他們說你是第一個20年來中國開放，你是第一個藝人在這裡唱歌。當然那些歌有審查過，我就去唱，是人民大會堂拍專輯嘛，外景的，晚上就在這裡唱，那些歌都審查過的，唱一唱完，哇，那些拍手很齊整啊。那時候我就說，哇！點解你哋拍手咁齊整嘅？係咪訓練過噶？哇！佢哋全部好開心，咪笑到咔咔咔咁一停咯喎！咦？乜笑到咁整齊嘅？咁佢哋即刻笑到好開心。跟住導演話：係收啦，大件事啦，你累死我哋，翻唔到香港啦！我冇做錯嘢啊！上台唔想講嘢，你唔知咩？哇！你又冇同我講，上台講嘢都要審查噶嘛？我話你冇同我講，我唔知噶嘛。咁我落嚟真係要開會嘅。咁結果咧？唔係慘啦，真係要開會啊！原來做完節目上台，成30多人圍住我。咁我個省長就同我講，因為我係第一個海外嚟嘅人啊嘛，中國第一次開放。我對唔住，我上次話對唔住啊，我唔知道上台唔準講嘢嘅。我希望冇講錯嘢啦。佢話：咁嗰個省長就話：你冇講錯嘢，你好幽默，我哋好耐冇咁幽默噶啦。哦，咁即係點啊？冇事啊，我哋好開心啊！跟住話食飯啦，我嚇就咁啦，我開完會啦，開完啦，食飯啦，食飯啦，哇！你真係好開心啊！嚟，我幫你，我幫你，就係咁啦，哇！咁啊，中國真係開放啦，係啊，即係呢個係我好難忘嘅一個美麗的回憶。哇！那即係講起上嚟咧，好多有趣的事在这个行业当中，即我要知道，我看，因为你知道老人家记性有时会差的，我都是的。我要有一件事问你，我听说你有一首什么歌是太空播出的？哦，是啊是啊，那个时候就太空上和1号啊，他们说要试一下上面的音响放了些东西有什么反应，他们就选了每一个地方，中国选一首，台灣選一首，香港一首，就是我的代表。他說香港就有選是秀蘭阿里山的姑娘，哦，所以我覺得很榮幸，在太空，是的，在太空度播。哇，你做了這麼多年，但是我知道你家下呢就更加多傳道，更加少自己演出了，是的，其實作為基督徒的代價就是當我們比較成熟時，覺得最重要你在做緊啲乜嘢咧？咁我記得喺1996年我讀喺浸會做旁聽生做神學嗰陣時，神讀咗一年，神就俾4个字我，佢話你做咩嘢都好，你要將人帶到神嘅面前。佢俾4个字：榮神益人。榮神益人，冇錯。咁我話唱歌點樣榮神益人咧？所以呢，神就给了我一把好的歌声。好像说你是唱歌搵食的。那么是以前是。那当我知道你生活上都 OK 的了，当然我都被行家未信主的人都闹的。他说你成日都义务唱歌，搞坏我的行规。你不要我们都要生活的嘛。你是一定不收錢的，是你要演出，個個都要收錢的嘛，專業來的嘛。
咁你成日都唔收錢做義工嘅，咁我哋以後點去做？人哋唔請我哋咧？我話咁係，我話做一個基督徒，如果你有感動，你可以唔收，你都可以收。咁啊，睇下點樣處理咯。咁話我以後都要知道，如果佢有能力嘅，咁話我哋都要生活嘅。咁啊，衣著啊，打扮啊，咁我哋都要係真心真意為我哋嘅聽眾唱佢哋喜歡聽嘅歌啦。所以每一樣嘢，唔單止你做基督教要唱嘅歌又好，喺報道又好，你做商業嘅又好，都係做一個藝人有一個專業嘅精神，將最好嘅即係俾觀眾。咁呢個係我哋樂意敬業嘅應該做嘅本分，咁而都係應該得我哋應得嘅工價嘅。咁我覺得佢哋同我傾嗰陣時，我覺得啱嘅。咁但係喺你嘅我哋嘅信仰入邊，亦都可以。大家都好多時都做義務啦，做義工噶啦，所以你問我而家係咪做好多啊？係啊，可能啲人話你成日都做義務都唔使錢，咪有人蝦我咯。做商業嘅都話唔使俾，樣樣都俾少啲咯。咁我都覺得，如果你有咁嘅難處或者有咁嘅需要，我做得到我都可以嘅，即係我都可以幫忙嘅嚇。咁我呢個都係我嘅心聲。我記得你做咗好多福音事過喎。是啊，好聽到不得了啊！我好感謝神，真係俾我好大嘅使命。其實唔關我事嘅，因為我嗰陣時講起呢件事咧，侍奉詩歌嘅侍奉咧，就係1981年，我哋結婚嗰陣時好窮嘅。當我哋做咗幾年之後，有少少儲蓄啦，咁嗰陣又唔計平時喺教會嗰啲奉獻啦。咁我先生話：咦，有啲儲蓄咯，要11奉獻啊！我話平時都俾咗喎，而家少少就要11奉獻。佢係啊，咁我好啦，你中意俾邊間就邊間啦。咁佢過咗一個禮拜，唔好啦，我想你用歌聲侍奉。我話好咯，唔使捐錢，用歌聲啫嘛，唱啫嘛。佢話你唔好咁開心住，你錄唱片錄咗咁耐，成班唱片公司服侍你幾廿人，咁而家咧你錄詩歌就唔係啦。你要乜嘢都要親力親為，係冇錢俾你嘅，你仲要出錢出力。我話哦，咁我就攞奉獻嗰啲第一筆基金嚟俾你錄音、唱咧、製作咗，全部你自己做曬。我話哦，咁都 OK 嘅，有十幾廿年嘅經驗，應該做到嘅。跟住咧就好多難處開始啦。咁你唔係訪問呢啲，呢個就係我第一次藉咗我先生俾我嘅提示，開始咗我侍奉。今次咧時間到咗，時間過得好快。咁下一次我哋再傾你呢個神同你預備嘅另外一半，好唔好啊？好 ，OK。全福音帶人信主係一件非常開心、非常喜樂嘅事。海瑟蘭用佢美妙嘅歌聲全福音帶人信主，榮神益人。你咧，你都可以將你嘅恩賜服侍神喎。快啲行動啦！一齊享受呢份喜樂。